我绝不允许你们没有吃过这个氮气包装的大鸭腿，因为它经过两次卤制，更加入味，有卤香、香辣、黑鸭三个口味，这个个头超级大，吃一个能顶好几个小的，肉质紧实又特别有嚼劲，当你晚上嘴馋的时候来上一根啊，别提有多幸福了。